全石现在有三张奥斯完了没了，合牌。哎呦！欢迎来到龙凤德州。那 Max Pay Monday 今天有三位美女在场 ，Sashimi 也在。不过 Sashimi 为什么戴了个口罩呢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嘉宾，那咱们来看看今天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。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。直接跑马吗？底池里4500，每个人丢了500进去。呵，四张方片。萨萨巴比手里有张方片 K。合牌一张十啊，两家有十，但是没什么用啊。这翻牌面发塞利是一手天童花，但被发死了。我突然发现他这个名字换到中文有点意思啊，发塞利，发死艾迪，你自己要求被发死的吗？来看这手牌 ，Coco 于姐，庄位拿到一对圈，三败做到1000，萨斯巴比一对十跟住。大忙枪口位 ，Sashimi 拿到一对三，一对三，啊，做了400吗？那完了呀，这番茄岂不是干光了 ？Coco 完全可以往回推的。于九令，哎呦，这要给萨斯巴比这一对十给打掉了呀！口袋十盖牌没问题，萨斯巴比打得很稳。好，那来看这手跑马14000的底池。翻牌。2K6， 这要掉张十出来啊 ，Baby 真的是崩溃了。合牌。一张四，这样的话，Sashimi输掉一个大底池。接着来看这手牌，Sashimi圈勾黑桃，加注200入池。四人池翻牌 K45， Allen 拿到了 set 四，但是 Adam 手里是有张 K 的。这牌肯定是打得起来。Adam 先手打了400。Allen 加注，这样的话 ，Sashimi 可能看不到转牌了。两张没花的牌面 ，Adam 顶对 K 还是需要扛一扛的。哦，直接推 all in 吗？打得非常直接，也是两个人后手筹码并不是很多了。转牌一张老 K， 三条 K 对上了葫芦。哦，好运气啊 ，Adam！ 上桌就拿到四条 K 啊，还干掉了一个葫芦。来看这手牌，庄位的 Fast Eddie AK 手里2000，直接推出来。他在等待一条鱼的上钩。哎呀，萨萨巴比用圈石接了。这比较冒险了。圈石现在有三张 奥斯 完了没了，合牌。哎呦，哎，今天晚上这怎么都这么戏剧啊？最终合牌 ，baby 是做成了顺子。继续来往下看，翻牌234，两张红桃。King Kurt 拿到一手 K 花挺牌，翻后打了400。大肥鱼，双头顺挺牌。鱼姐这牌也还可以吧？鱼姐这牌也能玩是吧？手里有 Ace 啊，还挺一张五。大飞鱼跟住，跟还是不跟？鱼姐这牌400块，博一张未来。鱼姐选择跟了 ，Big 将 ，B 哥将，这一张黑桃 Ace 啊，都跟了下来。这发五出来，你也没法确定自己领先吧？转牌，
五没出出来张六啊，大肥鱼是拿到了顺子，可以打价值了。这么多对手啊，小开一枪是没问题的。500、1000、1400，打这么大。1400的话，除了买花的能勉强说跟一下，甚至可能估计谁都跟不动吧。御姐顶对，但是太小，直接破掉。兵将也走了。好，科尔特跟住，科尔特没被吓退，最终合牌红桃没看到，但是出来张五，大肥鱼手里两张牌全部被淹掉，现在甚至他都打不过一张七啊。不过他还是推了出来，看科尔特怎么来判断了。会有七吗？我是觉得有七的人很难再转牌开那一枪吧。如果转牌过牌合牌来一枪啊，那可能还比较像。科尔特最终做对了这道选择题，选择了跟住。来看这手牌，萨西米武器方片，枪口位加注到110。三人、四人、五人吃了。抓位的 Big Jump 30杂色盖掉。那五个人来看翻后啊，600多的底池。翻牌圈 K 六。Steve 拿到顶对 ，Sashimi 拿到同花挺牌，打一枪。底池还小啊，全走了，剩下一张老 K， 孤军奋战。转牌，哦，漂亮，方片二啊，行了，这下把 Steve 给套死了。不过 Steve 后手只有800多，这大老板上桌就带这么点钱。最终合牌，萨西米稳稳拿下，只是可惜只赢到了1000多呀。今天晚上萨西米中牌率超级高，但是每次都没碰到对手啊。啊，不是，老板，这就走了？继续来看这手牌，这差不多一分钟一手牌啊，还是挺爽的。于姐 K 勾杂色翻钱，枪口位加注到200，五人池，翻牌280，两张红桃 ，Allen 中赛 ，Baby 拿到一个顶对。Baby 还有 Adam 全部都是顶对啊。Baby 先打700，打的说实话有点重啊。打700，这买花的往回一推啊，你说你接是不接呢 ？Allen 反加做到1600，Baby 后手还剩不到3000，这应该是要再推回来了。如果不走的话。1%的胜算，太难了这手牌。哦，转牌老 K， 机会变多了。Baby 虽然转牌翻牌面没推，但是这转牌也足以让他打光了。Allen 先叫了 Baby 的 all in。Good call。萨西米说 good call， 这可不是什么 good call。 最终合牌草花五，没出现奇迹。今天晚上这张桌子啊，国人是真多啊，美女全是国人是吧？哎，不对，萨西米不是，大肥鱼 Allen 这都是国人啊。好，来看这手牌，翻牌勾77， Kurt 拿到一手27，这得玩一下了，而且27这牌面也相当的无敌啊，无敌又无解。Adam 这边是一个卡顺挺牌，转牌一张 Ace， Kurt 直接打。顺子要不要买？这毕竟攻对面。哦 ，Adam 直接加注到3000，这给 Kurt 可出难题了。勾七 A 七是吧？Kurt 说自己啥也没有。
没说实话哦。Adam 说转拍你一旦跟下来合拍，我估计我也只有 check 的份儿。哼，到时候就翻脸了。不过甭管翻不翻脸，这牌真错不掉吧？这二期看到这种牌面，这能盖掉真就别玩了。但是最终合拍一张勾， Adam 打不打？哎，说不打真不打呀，这牌真的合拍开一枪啊，二期应该是能拿下的。对，还要付钱。好，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Unluck. Yes. Yes. Jack. Jack. What? Oh. Look at Tommy. That's Max Payne. I mean, right? Yeah. Yeah. I mean, right? Slow roll's coming. Oh, that's nasty, cold-hearted sashimi. Body you bet. Body you bet. Value bet. Oh, okay. I mean, right? Yeah. Yeah.